感觉对于一把卡萨打野，其实卡萨以前可以打野，就是 Q 跟被动伤害削了，得到他现在刷野好慢，对吧？可以搞个活啊，等吧。全军出击！来了，开干！打人吧。开干，来开干 ，Q 维，不是吧，铁子，不好吧？厄斐琉斯，你不是人啊，你没有心啊。直接交城打得快一点，血量低，电浆伤害高。我将会改变这个世界。世界一直在变化。卡打有啥奇怪的，老玩家都觉得很正常。这英雄以前刚出来就是打野的，只是现在不太适合这个版本。他有具备刷野的能力啊，但他现在不适合了。他伤害削了，以前的话是刚刚好可以刷五组野的，然后控合一些生死。这身皮肤活在我身上。人马去了，过来。我知道 AP 卡拉更强，我想要怎么玩。我看他们打现在出小刀再转魔切，主要是打野出魔宗发育太慢了。那得点那个灵性猎手，知道吧？补得很慢的。不能出 AP 这样的，除非能打得比较久。也是他死了。不能出魔切玩打野，发育太慢了，容易把自己搞崩了。打现在可以慢慢叠，可以早买。打野要讲究刷野效率啊，肯定是剑带比较快的。这人马打野打不过我们，卡他打架不落的，他就上了，快走。有狗，一套给他秒了。这蓝不能给你啊，这蓝我得升六的，兄弟，我太团队了。没事，给我加个经验刚刚好。我忍不下心按这个地界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不是那样的人，控一下他，我有啊。我喜欢这个，说不定会留下。你这个蓝拿了也没用啊，这不送了，价格不给他了。狗头好像没什么蓝，等他再开一下。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我知道，别催我。这狗还没有孩子，他还不走。哇，你真是汤逼啊！你是终极老汤逼啊！要对自己说。先补个车。哎呀，
直接 W 二 Q A 把他秒了，打个电浆，队友控。算了，什么意思？完了，有狗，没二了他，疾跑也没了，两把长剑能进化吗？好像得收一则才可以。生存意味着永不止息，虚空也明白这个道理。卡莎是辅 E 还是辅 W？ 我都有点忘了。AAD 卡莎辅 E 的吧？我们玩 AD 不玩 AP， 没办法，打野很难玩 AP。这卡拉真的是有手就行，我记得好像十三级就可以进化 E 了，我走一个传统流卡莎就行了，再升一两级就可以了。主要我这把发育太好了，正常的话没有这么好的装备的，我再把这一级升了应该就够了。刚好他们这把前排很肉，护甲比较高，来个红青雨，神话是海妖，这有两波都秒不了对面。我这套装备一样可以进化的。哇，动不了这样，少一个 E 进化，感觉有的话全杀掉了。这不可以打我来了。感觉可以拿大龙，人马去上了，他们全去上了，可以开 EZ 啊，这样，给我加速，给我加速，我硬切他，这龙死了。我们溜掉了，大龙，对面打野死了，可以拉龙了。终于可以进化了，果然是十四级。先买个表吧，来个护火甲好了，伤害够了，增加我们的容错率啊！不行，这装备的话，十四级才能进化，太拉了，有点跟不上时代了。没事，我死不了。
操，差一点点，应该先开表的，他那个普攻了，好肉啊这狗头。刚好15个，但是没开竞猜，下一把。